早来秋天的连线小组的团队来去看啊，今日长夜班各地都有办动脑筋的庆典活动，其中呢，台中市董事局的新灯板节早晨就开幕的，就算讲今日啊寒露露的，不过乡亲还是唔惊寒，用大新灯板还讲迎接游客来个长夜班。现场的情形很热闹，台中秋老现场搞不结束。我做包去今年的九年一线下中新民台捷庆的董事新年办节，早晨农业一行。虽然呢，今日天是冷飕飕的，不过还流动农民中农业青年来参加。早晨青葱又会发通呢，就一个创意迎接水舞。一个水舞呢，为贵路的对于董事和家人发言起，很多董事的司机，很多考生显示没有表现。一到一发通呢，董多水舞都董用心的准备的董多主题，很多有的路上没有董多民众出来拿点数据还。都集中去提起，一个董事身上呢就印着一个新年办节为农民起来，因为当下赶海访问。那我们的主题是以鲜花为主，所以我们头上啊身上的花都是真正的花朵。对，我们特地为了这次活动编的，那刚好符合大溪地的舞蹈，他们也是用很多的花卉来做装饰的。为这活动准备了多久？至少有3个月以上，我们就知道有这个活动要配合花博，我们就开始在筹备学习舞蹈。尤其他们小朋友年纪很小，都只有幼稚园而已，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的训练这样子。今年呢，主办单位和 TPA 用彩贴撕出来做120斤暗创的创意型灯板，还有创意的头板。这马公是创意型灯板哦，整体都包料完，每头板一般会宽度会跳啥？伊系用董事彩贴农产品，从系董事的罗贝勒，还有用新沙香菇的宝地地度，各所长玩都创意型灯板。他未必做未利用的，支持个他们讲呢，一个新灯板节系董事彩贴董 TPA 的文化。另外呢，他们会好好来利用一个台埔的客家文化，来带动规个浪漫台山县的发展。因为台山县主要分成，因为以长度100公里了哈，以第一阶段哈，最重点的哈，就会个呢台中东西沙港啊，新沙呀方面哈，故说也是呢，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。将来中央政府哈，不单是客家 VNV 啦。其他相关的部委，包括交通部、农业部哈，相关的公司呢，就会投入更多资源，就讲来建设一个东势沙港哈，变成世界哈台北文化的一个典范了，一个中心了。今年的董事新灯板节呢，总共本周近闭含都有天公宴、亚龙宴的发动期间，第一龙宴地度呢，都会有一个雕板比赛。一个雕板比赛呢，是董事向前我来边，他每年做新灯板是青苔青虫的，我来感谢神明的庇佑，发动非常秀气。除了雕传统的文化发动以外呢，主办单位每准备的动作，董丰富的从系亲自 DIY， 还有农体产品的展示服务也都发动。向前假使礼拜六年有闲，都做得来到董事亚片感受发动的农业气氛，也做为地青虫进行的进行一种时间高反主播。